哇，捕手抓到出局数，哇，这是打到头吗？嗯，哇，糟糕，现在赶快防护员出来啊！这个是一个投手强袭球。哇，这个球因为速度快，没有躲掉，糟糕，这个可能要有伤，要伤兵，要担架出来。是。这个球强袭就直接好像打到头啊，我看好像打到头。这个如果是耳朵什么的话，有可能也会直接裂伤的。但是陈俊秀现在一定会觉得是，哇，这个，那现在是还看克雷斯，这个防护员应该要有一些包扎的东西拿出来哦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眉毛啦、眼睛附近的话，都会直接裂伤流血。哎呦，真的直接中头哎。这个打到他右侧的一个，但是他现在是站起来哎，是不是手套有先挡一下？如果你看这个回弹是很强的，还直接弹回捕手这边才有机会哦，捕手还能传一垒。现在担架是撤回去了，但看起来他是站起来，让他先喘一下。他的直接打到，好像手。我觉得直接打到，直接打到，然后还是他的那个没有戴手套的空手有稍微直觉反应，稍微挡一下，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大蛮大的伤害。对，而且，但现在在要让他，但我觉得因为是直接整颗球中头哦，那陈俊秀是出局的，因为这个反弹刚好弹在捕手还来得及处理的一个地方，是。哇，它肿起来了，太阳穴的位置啊，已经肿起来了，就直接肿起来了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也要去赶快去做观察，要检查，因为这应该就是要去检查，这里面要是可能有淤血的话，肿了那么大一颗。嗯，这个也是雄威哦，常转播的时候在跟有打球的球迷讲的，该有的保护器材什么的话，还很注意从事这项运动的安全性。哇，那只是这一个伤退的话，这个会很突然哦。这个因为我从这个角度看是直接中了，直接中了啊。嗯，就刚刚我们看到已经明显肿起来的那个位置，这里这个可能更清楚。哇，哇这个强袭球，而且打回来的强袭球比投出来的强球更快哦，更快哦，那会更快。我们一般看大联盟那个击球出速。跟投手的速度是击球出速都快更多的，对，